因为平安美国电影出名的牧师，叫做金恩牧师哦。啊，这是台湾的金恩。啊，伊的爸爸是原住民的血统。啊，真无罪，总是出事的时，需要上帝真大的怜悯。咱三个为着伊来祝福，是阮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。是你的恩典，让一个生命来到伫地球。每一个生命能够绝对有你的计划，有你的意义。阮做家己上的一份子，阮家己的注意一人。阮有信上帝无？阮有听心无？阮有将这个心继续给阮的子孙啊无？阮有听伊？阮真心回应伊，还有毋茫有一日伫上帝国度。然后画出你生命的价值，搁献给上帝。然后，阮本身就做一个工夫来做这个社会的服务，和这个社会因稳定的福气。这是阿弥陀佛的使命甲目标，也是阮今仔日的继承。愿有你是阮祝福，我给阮这个囡仔读到顶有智慧，然后伊的人格、伊的信仰、伊的年纪哪个年纪，上帝甲人拢哪听伊。我那里祈祷感谢各主的名，阿门。所以，嗯，我打了。